哇，你没办法反过来，他后面有窗户。对呀、啊，就哎，嗯，阿尼是不要困，这间就袂当困啊。这间比较特别的地方，第一个当然，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提到就是它背门，啊，背门这个问题，当然第一个方法就是床是不是可以转位置。可是你会发现这个床如果转位置，你后面还有那个梁柱要避开的话，对，大概会遇到一个问题，这个床塞不进来。那势必只剩下这一边的这个位置是最适合的。对。可是窗户因为目前开的比较低，好，所以基本上我是这样讲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现在目前因为开太低，离这个床睡的位置，其实脚尖起来哦，已经离那个窗户差不多了。那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，第一个是窗户这个地方下面可不可以遮起来，只留上面通风的窗户，可能就不留大窗户了。这个不要哦。然后如果这个部分这样改善之后，床转过来，那至少它基本上来说，头后面有窗的问题可以减到最低。那第二个呢，是可以比较容易看到外面去。当然基本上床头柜的部分、侧面的部分必须要注意。观众朋友，大家记得哦，从门这边拉直线进来，旁边尽量不要被梁压到。因为被梁压到的话，表示说气血循环方面会比较不好。其实年轻的时候是还好，但是年纪慢慢大以后，腰酸背痛是难免。再年纪更大一点的话，被梁压到侧面的时候，很容易中风。反正哦，就是梁只要压到的地方，不管压哪里，压头、压手、压脚，压都会都会没心宽呐，太北通，所以会中风。可是我觉得把床这样子移开，中间有那边有一个缝缝，其实很奇怪。有些人他们设定是把旁边设定他用床的边柜，对，设定一个边柜就很好看了、对啊，不才不会就简单怪怪的，你会觉得怪怪、就是好像。他会掉下去，对啊，掉下去有墙壁口嘞，躲狼躲进来，快掉下去。反正就是床，反正接下来就是把它反过来就对了，然后放中间也是避开这个梁，对，它这个封起来。其实这个房间过湿哈，它容易出现壁癌，对，我想这个是共通的点。然后第二个背门这个共通点，所以两个父子都有犯小的这个漏散财，漏财，对，哎呀，好，是，阿妹你啥问题处理得到啊？其中必有缘故，机关坑你来搞，啊不，机关坑你坑搞，哎，我觉得现在已经连二拉二了呢。你看他那间也是这样子，都反的，这间这样，不会，隔壁那间房间也是这样。隔壁那间房间是谁的房间？我跟我女儿在睡。你不要再说了，因为女儿是唯一现在就是算还蛮保守的，对，比较仔细，做家庭代工，对，所以做的还蛮顺的，没错，然后也没有那么冲，就是对不对？就平平的，啊，帮你看一下，好了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好专心哦，你们不会，你房间也这样吧？奇怪什么？没有啊，刚王太太不是说她跟她女儿睡这里？是啊，那你看一个床、两个床、三个床，两个人怎么会睡三个床？而且这两个收的好好的，这个怎么放掉？那有时候女儿也会跑去那边睡啊。你女儿都跑来跑去？对。这个床，你跳到那个床，什么意思？那不要，不然这是谁睡的？有时候小儿子他会睡啊。你小儿子是在哪里？他当兵啊。哦。他很少回来。确实。对。首先第一个，你有没有发现很明显的，他的墙壁开始这个剥落跟病毒？当然基本上来说，你会发现这个基本上还是潮湿，是啊，当然还是漏水漏财。黄太太，人家豆花妹是在流行壁咚，你家都是壁癌。哈哈哈哈哈。为什么壁咚跟人家不一样？厨师之前。可以来除一除，一直除哦，是今年才开始，真的，对啊，就是因为有漏水吗？今年雨也没有下特别多吧？对啊，我觉得这边也没有水管，也不，而且那十几年了，差不多啊，这种毛病弄会出来啊，但是你要注意的，你啊，无安尼地嘛不好看，地去漏水，是啊，都已经。男朋友不好混啊，个老宅，比老宅还严重。因为通常边间哈，如果我边上是这个所谓的可能烟酒，然后因为风化，那么水渗进来的话，应该都在边上。对呀，是哎。那通常在中间，大部分第一个有可能是这个所谓的里面有水管。它有时候开始漏水，但刚刚又提到有没有，
所以这个表示说把整个房间的平均湿度过高，嗯，所以才会出现在里面出现这个除湿机先除了，对，除了这个除湿机如果一放哦，应该是要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水一直换的，但家里至少你会比较感觉比较舒服，没那么冷，对，那第二个问题，有没有发现三张床它通通都往这个方向折，那床枕头放那里，然后他们都是睡在背门的位置上，哦，需要背门，从刚刚到现在一直在背门呢，所以都会一直犯小人，所以他那个黄太太跟女儿还没有被骗，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，还没到，还有大那个小儿子，对，小儿子有已经被那个也是被骗了那个二手车，对啊，哎呦，赶快换个方向睡吧，对对对，这个应该要换哪一个方向？基本上来说的话，它其实一般呢，这个房间很明显，因为这个方向看到这边有门，这边背门，那边是窗户，当然就只有头在这个方向。对。可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那一张固定的没有收起来的这个床的位置，上面明显的是一根大梁压在上方。对。是哎，是大梁哎。对。然后这个情况下就变成说，谁睡在那个位置上，一定会觉得压迫感比较重。那第二个，这个循环，血液身体的这个血液循环也会比较受影响。那怎么办？那个区域等于是都不能睡了哦。其实要不呢，就是错过梁以后睡到里头去。要不就错过梁睡过来这一边。所以基本上梁是一个分界点，床就不可以不能够直接都粘在一起。那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漏财的问题，我们刚才提到门在，你有没有发现在前面拉进来这个地方是里面最大的一个最大的房间，对对，所以呢，谢老师也古今逃过来了，你什么古今逃？口袋讲，对对，口袋也过来呀，口袋要来了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。那我们从大门拉到最内侧的对角，双臂张开，不可以开门或开窗。那你可以很明显，它那个地方开的位置，事实上确定是不够一个手背长。所以基本上来说，目前这个毕竟这个还是我想最多人睡，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主卧的一个空间。所以主卧空间里头，这个表示说我现在还能够留台，只是能够留下来太少。如果你有一个手背张开的话，就可以让这个随着聚财的情况能够加到分数。可是现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，还是漏财的问题比较大。其实一般来说，通常有两种啊，一种是我们用活动的这个所谓的板子哈，固定把靠近窗户这边把它盖住，这样子的话就没有问题。那当然第二个方式来说，它像它这种窗帘布的话，其实我要遮，我一想你可以看到的它是不透明、不太透光的，但是呢，遮的好像不太够高。要在长一点，上面那个漏一截出来。那我想这个部分如果能够修正，对我们的委托人来说，他会财这个聚财的部分，相信会有很大的加分。是，你妈妈家就是财位哈，有啊，花了很贪财，都没有什么过去，是没想到，不贪财看不懂啊，是很想发财，遮起来之后再放一些招财物，对对对，也可以增加一些财气。因为我们的委托人他不清楚，所以他就把杂物都堆在那个财位的位置。其实用那忠实粉丝应该了解呀，财位都别走啊。对呀，我儿子有慢慢在研究了，所以我都无出都压大，不然就你都被抓到。对啊，还快点呢。现在不是 YouTube 的看有啊，就要叫人买录音大概开始。啊，黄太太 YouTube 你就不用点嘛。对啊，请你女儿帮你电脑按一按，我跟你讲，400集全部把它看完。是哦，好啊，你就很知道台位在哪里。对对，会很明了哈。哦，那就好了啊，谢谢。然后儿孙自有儿孙福啊，因为刚问你女儿也21岁嘛，对不对？其实儿子都大了，其实有时候就让他们自己出去了啦。对，哎，老二自己出去拼一拼啦，不要不要担心那么多，遇到挫折是难免的，对，老公呢怕等秋不等都用，对不对？是，就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。我们刚刚在哪跌倒？我没有跌倒啊，是我跌倒呀。阿丽丽。对，然后再加油，写信可以，写信可以，祝你们加油，加油，谢谢，越来越好，谢谢，谢谢。